能够满足巴基斯坦当地超过4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，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，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多万棵。对于优化巴基斯坦能源结构，推动实现全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，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巴基斯坦当地供火设备大幅增加，为巴方直接提供了10000余个就业岗位，通过产业链间接创造了40000余个就业岗位，对促进巴基斯坦当地民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